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Skincare 我就有好多啦，咁但系每一次做完高能量 facial， 例如 high 敷咁样，或者转季皮肤唔稳定嘅时候咧，我都会好小心选择。特别系曾经试过湿疹烂面啦，皮肤又属于干燥缺水类型，咁所以喺选择护肤品嘅时候咧，都会揾一啲保湿得嚟又安全、温和、唔刺激嘅产品。然后咧，保湿对于皮肤嚟讲实在系太重要啦，唔够水分系好容易有干纹啦，或者系暗沉嘅问题，咁所以要有一个好皮肤咧，做好保湿就一定系最重要嘅第一步。大家都应该有听过 Dr. Wu 呢一个台湾医学美容品牌噶啦，佢哋全线系列嘅产品都系好温和啦，唔会致敏啦，成分里面系冇添加任何香料、色素、酒精同埋 paraben 类嘅防腐剂嘅。咁我自己用过好多年啦，好多款唔同嘅产品咧，都真系温和嘅，唔会有任何过敏嘅情况。咁所以用落咧都系非常非常之放心。早排我就收到佢哋一系列嘅玻尿酸保湿产品，成分咧系有专利四重玻尿酸，结合咗大小分子嘅玻尿酸啦，然后玻尿酸咧佢哋嘅注水力系特别强啦，找水力亦都系保湿界嘅 top one。分子是可以找住500至1000倍的水分，将保湿分子带入皮肤里面，然后帮肌肤补水同时造水。这样就可以激活肌肤自主造水的能力，做到一个长效保湿。由洗面、化妆水、精华液、面膜到 lotion 同埋 hydrating gel 都有。咁不如呢就同大家介绍下，顺便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用后感啦。首先呢一支就係玻尿酸保湿洁颜型露。佢係透明 gel 状嘅質地，好清爽好温和啦。喺洗面嘅同时亦都可以洗淨一啲落妆落唔干净嘅残妆。用佢洗完面之后呢係唔会有嗰种过度清洁好干好绷緊嘅感觉，係好舒服嘅。洗完面之后第一个 step 就当然要用化妆水啦，而一支好嘅化妆水呢是可以促进之后护肤品嘅吸收。好推介大家呢一支玻尿酸保湿精华化妆水，佢係 Dr. Wu 其中一样经典产品，我买过用过好多支㗎啦，由以前白色包装用到而家蓝色包装。特别在于是它的质地介乎于化妆水和精华中间，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拉丝的效果的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质地很黏粒，它保湿力强之余还可以很快被皮肤吸收到。然后下一个 step 呢就是玻尿酸保湿精华液。我在上一次空瓶记的时候呢都用完了一支的了。现在的包装呢就是这样的样。顾名思义它是可以做到保湿。入面是添加了植物性类分子丁和活性酵母精华，我自己觉得呢是很适合去完角质之后用的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修复角质，然后减少皮肤转季甩皮的问题。再比较近镜大家看看，它的质地是很轻盈，讲了两句已经很快被皮肤吸收得到的了，完全不会黐粒粒，很清爽的。而讲起 Dr. Wu 又怎可以不提他们的玻尿酸保湿眉道面膜呢？这个是我每次做完 high 敷之后都一定用得到的面膜来的。每一片都会有 1.5G 的保湿精华，成分一样是无添加很温和，所以做完医美之后或者脱完毛之后用都是很放心的。大家成日都会觉得面膜的精华量越多就一定是越好啦，但是其实除了精华量之外，面膜纸一样咁重要的。一个好的面膜纸是可以促进到精华导入去皮肤，帮助到皮肤真真正正做到保湿。你们试想下啦，有阵时面膜袋里面咪剩下很多精华嘅，我们又擦手又擦脚咁样，咁究竟有几多精华真係敷到喺我们块面嗰度呢？咁呢一个呢就正正是我好鍾意呢一个面膜嘅原因。因为 Dr. Wu 面膜用嘅呢係眉道面，佢係严选 1% 顶级棉脂翁制成嘅，係会好贴肤啦，好薄，而且可以均衡咁样吸满晒啲精华。你会发现敷嘅时候啲精华係唔会周围滴来滴去㗎，可以改善到干燥泛红嘅问题。用完之后皮肤会有一种饮饱水啦，好似插足电嘅感觉啊。咁所以除咗做完医美啦，脱完毛之后用，重要活动之前我都会敷一敷㗎。而除了保湿之外，锁水都好重要。有啲朋友仔一听到锁水就驚㗎啦，一定会油淋淋啦，好厚重啦，好焗啦。其实唔一定㗎。呢一个玻尿酸保湿水凝露係 100% 无油配方。佢个质地係好滑嘅 gel 状。
薄搽嘅时候，你会 feel 到皮肤有一层保护膜嘅感觉。咁然后你口敷咧系可以做埋睡眠面膜添噶。就算口敷都好，大约十分钟左右咧，就已经唔会有呢一层 gel， 唔会黏粒噶啦。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担心会整污糟啲枕头啊、被铺咁样。然后第二朝一起身咧，你会发现啲皮肤系好水润、好透亮噶。然后仲有呢一支玻尿酸保湿精华乳，佢有个花名叫做四季 lotion， 佢个质地系好轻盈，好似奶油咁样。它里面是有高浓度的植水角鲨烷，可以修复皮肤，同时做到所需的功效，你会见到一样是很容易被皮肤吸收到的。现在我们成日都要戴口罩的啦，如果大家想找一款乳液用完之后没那么容易生粒粒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它。而如果这一排转季你真的觉得皮肤很干燥很绷紧的话，也都可以试一下这个。它是角鲨润泽修复精华，它的质地一样都是很轻盈，很容易被皮肤吸收，不会有油淋淋很厚重的感觉的，是可以捞住肌肤水分，调理皮脂，帮助干燥脆弱的皮肤深层保湿，令到肌肤是看上去很光滑，有那种软绵绵的感觉的。我仲有两个隐藏用法是好啱而家天气用噶，你可以加一滴精华落头先啱啱介绍嘅乳液嗰度，令到保湿效果更加持久啦。或者化妆嘅时候加一滴精华落粉底嗰度，可以令到个妆咧系更加贴服啦，冇咁容易棘粉啦，亦都可以轻松做到一个奶油肌嘅妆效出嚟。因为冇添加香料嘅关系，所以全部产品咧都唔会有嗰种人造香味，用起嚟系特别安心啦。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喺转季嘅时候咧，皮肤都会有过敏啦，或者唔适应嘅情况出现。咁所以希望今日同大家介绍嘅 Dr. Wu 玻尿酸保湿系列同埋角鲨润泽修复精华咧，系可以帮到大家嘅。全部的产品都可以在 Dr. Wu 官网或者万宁那里买得到，当然也都有观众优惠啦，我会有个优惠码给大家去官网那里领取20元玻尿酸保湿系列的 coupon，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 info box 那里看，我会将所有资料放在下面的啦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条片啦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下午3点和星期日下午12点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Bye.